这次我们来到了维罗纳附近的小镇 Pescia del Gata。或者当维罗纳，或者奎利纳，这是一个门两个名字。然后它的这个国徽没有了，说是在法国人统治或者占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把威尼斯共和国的这个国徽呢给剔除了。就是改旗易帜的那种感觉。我们发现这个河里边这个芦苇里啊，有很多野生的鸟类，然后我们拉近看一看。小镇坐落于明桥河与加尔达湖的连接处，战略地位十分的重要。现今我们还可以看到完整的灵堡，古人在这里修建要塞，既可聚集，也可以轻松地向过往的商贩征税。游乐场 Gardaland 和 Movieland 也在这里，我们上几期说过的野生动物园也在附近。可以说这个小镇既有迷人的风景，也有真正可以玩的地方。在小镇，美食也是不可或缺的。披萨 Diablo 了，这个是香蒜虾面，我已经给大家介绍过它的做法，非常的好吃。我还没有把它。这个是 spaghetti americana， 对，就是美式的，看它有这种肉丸，然后这个就是番茄。我这边尝尝这个。有我做的好吃吗？这当然 ，of course， 吃了，毋庸置疑。好。我的来了，啊。哇哦。哇，这是我点的，这是 spaghetti scoglio， 就是 scoglio 就是岩石的意思，它就是各种在生长在岩石附近的这种海鲜呢，它这里边是一个混合的，但是味道不错，鲜还是很鲜。鲜，好，那我就开动了啊，吃吧。可能这是一个自然保护区之类的，这个湖水还不让这个靠得非常近啊，应该是非常干净才对。